第一时间发生了疫情过后，我们对我们的一个东门、西门还有北门的一个门岗，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积极的一个政策，就是说进我们小区第一时间我们要戴口罩、测体温、扫那个行程码、再扫场所码。第二个，我们保洁这边也第一时间买了一些应急的消杀工具，我们这楼道还有我们的电梯还有我们的公共区域，就是走廊啊，这些我们都有做成一个全面的消杀工作。